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黑衣侦探。今天 4.4 海灯节下半，也就是八重神子萧上仙复刻池的首日卡池流水终于是出炉了。如视频所示，这第一天的涨势某卖预估的还算中规中矩，首日49万刀的数据是已经超越了往期的雷神萧公、闲云纳西达卡池。不过照例大家还是看看图一乐就行，还是要以后面的排行榜数据为准。目前原神是在全球13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前10，但无一国地区登顶。人气四大区里，国服是被王者荣耀、和平精英强压一头，目前排在第3，身后则是金铲铲、穿越火线。美服的话，因时差原因卡池还未开放，日服是排在第5，韩服则为上榜，没进前10。那接着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卡池超某云数据了，如视频所示就是零小时，其实这也在大家的预料之中，不是吗？说真的，要不是昨天老黑晚上清日常时扫了眼角色起源页面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上半的闲云纳西达池就这么悄悄咪咪的结束了。老米这波是连个角色 EP 都没舍得弄，宣传近乎于无。要知道昔日到期的人气女王雷电影都挂零了，那好姐妹八重跟着挂个零也在情理之中啊。不过挂零与挂零之间亦有区别，毕竟某音的基准线对原神的老复刻角色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。那这里老黑就照例再用下超企鹅音的数据给大家对比一下。如视频所示，本期下半的八重萧复刻池是于今日的凌晨零点正式超越某音。那截至老黑视频制作时，大概就是有五个小时之多了。本期卡池并未超企鹅视频某奇异，那大家不妨来预估下，这明天的数据能超越往期史低的赛诺零人池吗？有没有希望跟隔壁的真理卡夫卡池掰掰手腕？那最后就来看一下卡池的抽取情况吧。如视频所示，首日是出了1228只萧、1170只八重，两者的比例近乎于1:1。武器池的话，神乐灵也就比合浦元多了24把，两者的抽取数均为破千。五星角色里，本期歪道最多的一次是秦、克勤、迪卢克、提纳里；四星角色里，出货最多的一次是宁光、心眼、瑶瑶。果然，好用的奶妈瑶瑶，老米就是要藏一手。那好的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还望各位大佬点赞3连，咱们有缘下期再见，拜拜。